完了完了，妹夫，你算没救了。你呀，真是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啊，结婚几天才来？来，去，我想起来了，大伙都起来，我有办法。起来干什么？过来，妹夫，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，今天我出个主意啊，那个咱们演示演示，我先演你媳妇儿。演，你等会儿姐，不是演，但你怎么演示？大哥，你同意吗？我无所谓，什么你无所谓啊？那是我媳妇儿，你多生气，她问我吗？对不起，长得差不多，问错了。大哥，你同意不？我说好了，就演一会儿，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。好了，过来，妹夫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俩是两口子，正走在大街上，碰见你两个朋友啊，哎，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，来，演小品是吧？对，来开始。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咋的了？都打肿了。行，那我不服你了，你服我吧。那个俩朋友哈，走街上遇见了是吧？对，开走，开始。停。你俩是俩牛蛙呀，哪有这整道的？演小品那不会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演小品，不会怎么着上台咋走啊？那这人好好走，像人那么走。真的，不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我们对，行吧，你俩先走，来。行，那我俩先走了啊。太难演了，这开始。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？昨天瞎的啊！我说你好好演吧你。不是有台啊！行了，我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你说的啥呀？会了。重来。他这么走，可不就行？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果子！大哥，二哥，这胖老娘们谁呀？你会说话不？你还好好演吗？你这不打招呼？说话一点都不文明，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？就是。哪能这么说？那接着重来啊！哎呀，果子。他谁呀？这胖老娘们是都是他们闹的，我又不知道。来，重来。哎呀，这是我媳妇儿。这上哪儿去啊？准备吧。我爱人想上哪儿，我都陪他去啊。哥们儿，有空上俺家串门啊。我媳妇儿要是这样通情达理，我没话说。妹夫啊。我演的是你媳妇儿，你得板板她脾气，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。